人没办法去联络。下午3:19，台北美食社展下午茶，那碰到这个大领班，你看没有？这个我们的红刊的大领班，真的大领班，不是小领班的、啊。那个金界他妈的，那个台北各大饭店都他都干过了了，妈的那个大领班，服务周到，他可以得到最佳服务奖了。来了，台北美食社展下午茶的，那个点那个小红水饺的水饺，点一个贡丸汤啊，在隔壁点一个那个卤菜白菜卤，啊，这边85+50，145块钱。这个小红水饺这个装潢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我朋友陈董装潢的，我一个朋友，我陈董我认识他40年了，他给他装潢的，你看到现在还装潢的不错的，还蛮像有点这个。他因为他是乔大家具的木工出身嘛、啊，啊，好，祝大家今天好运都能中奖，因为看到大领班我就开心了，碰到大领班我就会中奖了。你喝的是什么？